这又是一局王者高端排位赛，当然要拿出高端局的标配上官秀儿。哎呦，这么明目张胆的偷猪啊，三打二怕什么，直接把他们包了。一伟，你真的是夏侯惇啊，坐下。玩四级前没什么好说的，发育为主，四级后那就可以出山了。搞突袭啊，太后早就练就了一手自选反杀的绝技落笔起势，在比例碰撞之间疯狂回血，带走。然后带门的婉儿玩熟练之后，就可以用滑 A 让伤害最大化。这边猴子是蹲到了，落笔两段，滑 A 滑 A 滑 A 上天，这样飞基本上就没人挡得住，前提是要对比试的轨迹足够熟悉，滑 A 的同时还要控制好你们不安分的手指哦。上下路都陷入苦战，没大招的婉儿去支援也没有什么效果，干脆顺势带掉中塔。又打起来了，这里再给你们展示一波，滑一下 A 一下，不上偏 A 的时候千万不要挪动方向键。那么在人群密集的时候，婉儿的作用就小很多了，大招会被分摊出去，也不适合用滑 A 流，你还没 A 两下就直接原地蒸发了。这波为团队止损，飞的要果断。还行，收掉一个。这边再给你们来一个错误示范，蹲到两个坦克，光靠技能肯定是收不掉的，所以我选择二一起手，后三段补上平 A， 结果施法过程缓慢，被定住直接坠机。又到了万众期待的守家环节，好像你们已经不以为然了，反正大宝哥总是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不过一打四击败两个还能活着走出来的，你们见过吗？可以机械伤害收掉射手，闪现过墙空手无声，只要团战中盯住大小姐就还有得打。哎哎哥，不要啊啊！